你翻出来啊！四师弟，五师弟，点解你哋唔一齐发功？十五分钟前我哋十个人一齐发功，无端端出现咗个怪人。到底咩事？反住佢！我未走。你们是什么人？把我带到这里，是何居心？啊，说！中军，哎呀，哎呀，哎呀！我话怪人从东窗来公公。 皇上，奴才见朕在此，还不快跪下！皇上，奴才罪该万死！娘啊！难道佢真系明朝嘅人？大圣。 听讲你喺香港摆一个叫赌圣嘅人手上，呢个就系我翻嚟揾你哋嘅原因。佢真系咁厉害？我睇要四位师弟合力，先至可以帮我报到呢一个仇。佢系赌神徒弟，我怕有其他帮手。你哋放心，我已经物色咗一批亡命之徒，帮我哋消灭左手左脚嘅人。我哋五个去全心对付赌圣。好，我哋一定要帮你，一定要杀死赌圣。 你想点啊？得未啊？快啲啦！成班人等紧你啊！闩门先啦、啊。咩啊？真系好好实。哎呀，叫咗你几廿次唔好食埋啲咁嘅嘢吓，你而家系赌圣身份，你知唔知啊？匿埋一次锁匙都唔得。哎呀，啊，咬住雪卡咁就有身份啦。行啊行啊，行啊行啊！小姐，你碌雪卡喺边度攞噶？系姐姐啊，唔该啊。 各位新闻界嘅朋友，各位亲戚之中嘅亲戚，我而家正式同各位介绍呢位咧就战无不胜、攻无不克、逢赌必赢，我三叔嘅最佳拍档赌神嘅得意弟子赌圣。讲嘢唔系咁嘅，我喺师傅度学到嘅咧，就系原来高手讲嘢就应该低调。各位，我赌。 今日好高兴同各位亲戚同埋新闻界朋友见面，多谢。我除咗每朝早同赌神师傅食早餐之外啊，仲喺佢身上学到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嘅功夫，堪称赌神技术里边嘅极品，已经达到如果神咗必将神消灭，如果佛咗又将佛杀除嘅境界嘅。快啲示范俾大家睇下。当然啦，不过揾个对手先。我啊，好啊。你自己洗牌啦，大家睇示范。嚟。 做咩做？大佬，哎呀，哎呀，个胃唔好。哎呀，好胃唔好。呢度，哎呀，冇嘢，冇嘢啊！条嘢唔掂。边条嘢？条气管唔掂。哎呀，鬼得我。呢度，哎呀，哎呀，仲有一粒喎。咁咪好咯。胆石都话好啊。系就，喂，你乜鬼嘢功夫嚟噶？喂，大几咁架势糖咧？呢张相片非常珍贵，请大家随便研究拍照。 哦，咩叫赌？喂，大佬啊，你去咗6个月，完全冇做过关于赌嘅嘢咩？赌有啊，有啊，有啊！每晚8点钟我都准时喺赌神公馆后花园度赌垃圾嘅。咩啊？我肚饿。系啊。你嗰盅鸡包子咧？仲食鸡包子？你识脚踭我摸咁补啊？仲使唔使食翅啊？食公仔面啦。 加件午餐肉都得啩？阿叔，今日我生日。唔系啊，今次个午餐肉切到咁大块嘅。冇，咁谂住两叔咁耐冇见啦，咁啊奖励下你咯。呢度平时够我食午餐噶啦，系咪嫌大嚿啊？
冇所谓。而家请丁生讲，你睇隐卫喎。啊，今日我丁力好高兴能够有机会同上海市嘅各位市民见面。呢出系上海滩啊嘛？相信大家都好清楚咁。乜上海系滩嚟嘅咩？我丁力系啩？系一个粗，我身为中国人嘅一份子。我几中意丁力呢个名字，唔知系边个谂出嚟嘅。乜谂啊？当年上海真系有个人叫丁力噶，同你阿爷我老豆啊，都唔知几好朋友啊，两个仲夹份做生意啊。又系真唔系真啊？系。阿爷叫咩名啊？最近咪就系周大福咯。阿爷系周大福。系啊。你唔早讲。周大福珠宝金行有冇我份噶？系啊，呢个周大福又点同嗰个周大福啊？你阿爷当年喺上海同丁力夹份卖菜肉包嘅咋？粤菜。吓、啊，有金唔做走去卖包都有噶。咁咪系咯。咁鬼蠢，个样都唔方好啦。咁啊唔系，个样好似正，好靓仔。系。系啊，嗱，你唔信睇下幅相啊。嗱，呢个你阿爷周大福，呢个你阿嫲吴春天，嗱，几好样啊，似足我啦。真系同你一样样。系啊。死咯！就系老咗都系咁样噶咋？我唔信，我当年更唔信咯。吓、啊！嘿，睇咸湿书啊！湿你个头咩啊？呢、這个就系师傅成日同我提起嘅人物，法国赌神。当年喺上海滩叱咤风云，赌遍天下无敌手就系佢啦。咁巴闭？佢唔止话赌术犀利，听讲仲系识特异功能添。咁我从来未输过。咁啊唔系喎。呢本书最后就咁讲，话佢唯一一次输俾一个好神秘嘅人物，叫做今晚打老虎，咁嘅名字都有，都唔知道真定假。喂，五哥，乜你嚟咗香港咩？师傅有嘢带俾我，好啊，我等你宵夜。呢间就系我哋周家嘅祖屋，当年你阿爷就留俾我嘅，我第日就谂住留俾你。一百几年世界噶啦，经历都唔知几多风风雨雨，但系仍然屹立不倒，好似阿叔咁。阿叔你屹立不起啫啩？乱讲啊！我突然间感觉到今晚会有啲我哋从来未经历过嘅极度不可思议嘅事会发生。咩事啊？唔知啊，遇唔遇你好咧？你话点敢唔遇你啊？咁咪算你精。世事真系奇妙。咩啊？听讲阿爷好怕丑。系啊。点解你咁唔知丑嘅？咩啊？我中日出得我像咩？出你唔像，仲好服你添。嗯。你老实讲啊。其实阿爷咁女人型啊，都沟到我阿嫲都算好嘢噶啦。听讲话有个冚家铲帮佢。冚家铲？你望到啲咩？咩都望唔到。你咧？我都系咩都望唔到。阿叔，你帮我入去攞罐。使唔使咁啊？有五件咁多，你用得晒啊？你知好啊，一齐啊！呀！我都话咗有不可思议嘅事情发生噶啦！哎呀，好嚟啊！阿叔，你唔好成日水雨咁啊，吓走佢哋啊！幻觉嚟噶，走啊！点啊！次次都系咁嘅你。出手呢何必呢何必呢我捉实佢捉实佢赌圣拳快呀
事啊嘛，中我一锤你唔会呕泡啊嘛。你呕间白泡喎、啊，我呕。系啊，我啲口水嚟啫。口水，你唔好话了。后生细仔俾人电两电啊，呕到呕白泡，保佑阿叔几廿岁啊，一锤打埋，一啲事都冇啊。你上次呕到九彩咁啊？上次啫，今次打死都唔呕啊，最多累低嘅啫。你得唔得啊？哎呀，你睇先阿叔系嘛？阿叔累俾你睇啊！烧着咩？烧着我啊！呀！啊！呀！啊！皇上，做乜呢个太监咁多须根，一定系腌唔净。人嚟，查，拖佢出腌得我。吓，唔系嘛，皇上，唔好腌我啊，皇上，唔好啊，唔好腌我啊，唔好啊，唔好，唔好腌我啊，唔好啊，唔好腌我啊，中，啊，死啦，腌咗啦，俾翻我，俾翻我，俾翻我啊！你做乜咁乸啊？着埋晒啲咁嘅衫，系咪大军发功发到你癫咗啊？我都唔知你讲乜。好衰嘅，你想死都要阻位住人哋。你做乜嘢事要死啊？得噶？我今日第37次失恋。你一扭都失恋噶啦，况且一世人失恋37次，咁几咁闲得噶？一个礼拜失恋37次，抵死唔抵死啊？咁你死啊！我扶翻你上去。我而家唔想死住啊！所以话你真摔定假摔噶？你唔好再玩啦！快啲话俾我听，你到边度嚟噶？究竟发生咗咩事啊，叔？做咩叫人哋阿叔啫？人哋好后生噶咋？我叫曾大福。你做姓行啊？我卖上一包，你发牌咩意思啊？咩意思啊？不准随地吐痰咯！我话上海市政局系咩意思啊？哎呀，好啊好啊好啊！好啊不如你过去嗰边担张凳坐低，搞到只系睇我表演就好啦，好嘛？OK， 乜 key 啊？啊，定瓜瓜，定瓜瓜，定瓜瓜！喂！哇！繁荣新后市啊，仲唔攞低薄加人工啊？好嗱一声去医院急救啦，仲斩！喂，死啲冇奖噶喎！哇！哎，快点表现啊！未啊，等坐定先。哇！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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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仲有好多黑人喎，你过去搞掂佢哋啦。唔知点解今日打人唔痛嘅。咪啊！咁点啊？不如你上啊。好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呢个我搞掂得啦，你哋挂其他人啦。好。哎！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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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你系边个？我唔识你嘅，你梗系唔识我啦，我高级过你嘛。阿木，阿木，咩阿木啊？我话你听啊，喺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下一句系咩？系人都知啦，喺低头思故乡啊嘛。哦，系 London Beach Falling Down， 吓争咁远，死啦！转转颜色，冇一字都冇啦。系啊，好似阿爷都走得快咋？一早就应该啦。哎呀，而家轮到红衫威喎，系咯系咯，未必有事嘅，仲
仲有计？我哋唔好咁张扬，慢慢行，佢哋唔多觉嘅。你明明着住黑衫，咁你唔讲，你咪唔知咯，系咪噶？斩我嘅狗笼！全部散去！喂，喂，留翻个格口啊，大佬！呀，系咪许文强啊？寻日文哥俾雷老虎暗算，不幸逝世。吓，咁啊抵死啊！唔系我话雷老虎抵死啊嘛！我今日派咗好多人出嚟，谂住报仇，但系搵唔到佢。估唔到死喺你手度，果然英雄出少年。呢度系咪死咗人啊？丁生，巡捕房啲人。小青，你搞掂佢，我同佢哋翻屋企先。系。死咗咁多人，我哋就咁行去就得噶啦。呢度系上海。我发个誓。谁跟文哥报到仇，我可以满足他三个愿望。唉，我说过很多次了，我现在只剩下一个愿望，就是想快点回到1991年的香港。不是不是，你口口声声说你是1991年香港来的，这件事我很难相信。这个雕你这个年代没有了吧，来看看。还有这个叫无线电话，是1991年的产品。这个也算是电话？你打得通我就信你。我甚至可以打回我那个年代，给你说也没问题。打通给阿爷见识一下。又不通。现在打不通，不过也有东西听的，有人说英文的。他只不过是可以发出怪声的盒子，不可以证明他是电话的。明明同1991年通个电话，而家只不过暂时打唔通咁解嘅啫。迟啲一定得，到时啲字唔会信我。你系咩年代嘅人，根本就唔重要。即使你真系由1991年嘅香港嚟到1937年嘅上海，你都翻唔到去噶啦。不如留喺度帮我。哎，好啊，好啊，好啊，乖孙啊，乖孙啊，乖孙啊，难得丁生咁睇得起你，快啲多谢人啦。咪即系叫我入黑社会？做咩啫？而家全上一个啦，黑社会啊，丁生黑社会，你系黑社会，我都系黑社会啊。你唔系黑社会，我系黑社会。你系乸型，乸型唔会系黑社会。翻嚟，我话俾你听，我呢世人咧就最憎人哋话我系乸型噶啦。咁你系乸型？我系黑社会。咁你系乸型黑社会？唔系，我系黑社会里边嘅金牌杀手。你得个乸都？唔系啊，我系黑社会，我系金牌杀手。OK， 你是金牌殺手，但都是乸型金牌殺手。不是啊，我不是乸型啊。你是？我不是啊，我最憎人話我乸型，唔好話我乸型，唔想就係。我唔係乸型啊。做咩啫？你做乜嘢啫？你聽我講，聽我講啊！你係乸型嚟啊！你乸到出汁嘅乸型，你自己要面對現實先得啊嘛。黑社會，我真係黑社會嚟噶。乖孫啊，唔好讓我講下噶咋。喂，冇人可以喺我丁力面前講下就算數。呢個係你第一個願望。阿曼，我都系想佢身体健康，长命百岁。好，你哋放咗佢。唔该啊。呢个系你第二个愿望。咩啊？你正一猪头饼嚟噶，咁快用咗两个愿望。你不如讲埋第三个愿望，可以了咗我嘅心事。诶，
我哋愿望咧就要好多金银珠宝啦，好多靓女啦，好多大只嘅男人嚟保护我哋啦，四架房车啦，仲哎呀，贪住得个贫啊！你咁贪心系冇结果噶嘛？丁生，其实我好简单，我嘅愿望只系想要多三个愿望。啊，好，贪心系人类搏杀嘅原动力。我中意你呢种真小人，好过啲伪君子都唔知几多百倍。呢个金币你揸住佢，到真正有需要嘅时候交翻俾我。我会尽量满足你。是的，你叫什么名字？冚家铲啊，你又叫冚家铲啊？冚家你个铲，我叫周星祖。星仔，留在上海，你好有潜质，可以成为新一代的上海大亨。是啊，你怎么看到的？因为你个贪心。阁长，不过丁生，其实我真的不想做什么上海大亨，而且你一定要相信我刚才所说的每一句说话，就是我现在只是想回到我那个年代。虽然我现在还未想到有什么办法，但我一定会。星仔，既来之则安之，听日文哥葬礼之后，我们才慢慢再谈。还未想到有什么办法，但我一定会。星仔，既来之则安之，听日文哥葬礼之后，我们才慢慢再谈。通唔通啊？其实你咪呃阿爷噶，打咗两日都话唔通，到底讲乜嘢嚟啊？唔知点解，好急了。嗯。喂，忍住一阵啦，呢度四围棵树睇下都冇噶。忍咗好耐啦，惊顶唔住。啊！好彩阿爷咧有件全家之宝，呢件宝物啊，专医疗急噶。系咩？系。快啲。嗱，阿爷由细用到大噶。丁生，市长同余仙小姐嚟咗。啊，余仙小姐，对唔住啊，我咁做冇恶意啊，我只不过系想今次嘅事，我唔会话俾丁生知。啊，多谢你，多谢。不过我唔希望再有下一次。怪孙，我哋又系过分啲嘅，俾人闹添。我咪仲惨，俾人大脚踢添啊！但你唔知点解，我好中意佢。边个？大叫踢我嗰个咯。搞成点啊？怕姐都冇希望。我呢个赌场十年嚟生意都系咁旺盛，如果你唔介意嘅，过嚟帮我手啊！好啊，好啊，买晒十八铺大楼，你仲买晒？我知啊，我睇睇得穿嘅色宝钟啊，呢铺系三四十四点大啊。不过咧，我想输。丁生，你唔介意啊嘛？好嚟，星，佢咩事咁刺激啊？唔讲会唔会俾人打先？唔会。咁我唔讲，星，喂，双五四十四点大，唔通佢真系睇得穿个色宝钟？恭喜，多谢市长光临，哎，客气。星，那两个人又会在这里的，不用你叫他。我跟江贵卿说过了，他跟你一份做的事他推得一干二净，意料中闪。丁生，黄金贵他来了。恭喜丁生，我恭喜你们丁家赌场大展宏图，大派银子。我们这里不欢迎你。丁生，你可以不欢迎我，但我怕你不可以不欢迎我们大东亚共荣圈的川岛芳子小姐。哎呀，我幸会吧，丁生。面不红气不喘，川岛小姐果然身手不凡，真是佩服。
过奖过奖。千岛小姐，我实在太攰啦，我顶唔顺啦。我以为佢啲轻功咁犀利，原来系个替身好嘢啫。嘿，死埋一边啦！丁生，我川岛做事一向直接。嗱，你开赌场无非都想赢钱啫。我今次嚟嘅目的亦都系想赢钱。咁你想赌咩？大小。川岛小姐，请。大君。孖三二，八点少。好，全部买晒势。孖三二，八点少。赔俾佢，要好啲。